爸爸妈咪，今天是平安夜。对啊，等等有两个阿姨要跟我们一起吃圣诞大餐。妈咪，今天要吃什么大餐呢？是你跟爸爸最爱的带骨乐牌哦。好棒哦！现在只要透过冰箱的新鲜急冻结，就可以减少腌制的时间。以前用锅子煎不容易控制火候，现在用微波炉就可以做出很好吃的烤乐牌哦。是你阿姨们来喽。你在做什么？对啊，料看起来好丰富哦。我要做海鲜汤哦。我们都用这台微波炉在做圣诞大餐啊。对啊，这台 Panasonic 真烘烤微波炉真的超级厉害，今天的圣诞大餐都靠它。像这道海鲜汤，你只要备好料放进去，按下按钮，微波炉就会自动帮你完成。而且啊，这台可以侦测不同的食材温度，随时调整火力，所以像是烤乐牌还是烤蔬菜，都能够保有原食材的口感，非常好吃哦。以前做料理真的是要3个小时，自从有了这台 Panasonic 真空烤微波炉以后，做料理真的轻松又省时。马德莲也是用这台微波炉烤的哦。干杯！嗨，我是爱上早餐的伊丽莎，我最喜欢各种节日了，可以开心的准备各种料理大餐。有了这台 Panasonic 真烘烤微波炉之后，因为有独家的64盐红外线，加上旋风微波加热技术，轻轻松松就能变化出各式料理，料理也得到亲朋好友们共同的肯定，让我觉得料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哦。 Panasonic